虽然是一个扰民啦，咱讲这個，因为有人讲安尼无方便，但是咱搁啊想得转来。对啊，喂，你即摆是讲的冷气哦、喔？对对对。冷气台语叫冷气吗？冷气，冷气嘛。咱冷冷的意思，冷冷的意思是同款吗？冷甲冷甲冷，敢若无同，敢若冷都无同。啊，现在咱看到是咱啊李王辉吼，咱台北沙田埔李王辉。哦，这你看到就是创新的地震，是啊，就是啊，像是我们的国乐哈。最重要的是穿旗袍。每个人看的亮点。哦，太酷了。重点是他们四个看起来都跟我同年纪，18岁。18岁啊。对。这是我们看到的是国乐的表现。我们有那个天呐、吹箫，还有那个唢呐。什么唢呐？哈，这种唢呐更多是咱东宫吹的国乐唢呐。是啊。那咱传统的唢呐都无同啊。对。咱传统的唢呐就是你讲的开锣鼓、烟声，你这学的是国乐唢呐。重点是小姐姐吹的。啊，小姐姐吹的。所以这小姐姐很会吹，是这样子聊天吗？对啊，就是我们传统戏曲哦，在很多像比如说丹娜珠公李柳辉的这首我知道的就是啦哦，这条叫做西马，就是为时间这首叫西马，对啊。